No one against. Hello， 大家好。你好啊，我寻谁回家？啊，又出镜了啊！重要的事情强调一遍啊，不是库存视频。没错，又重新回到非洲了啊。回去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啊，后面调整规划了一下，那、啊、又回到非洲来了。这次回来的话，就专职搞自媒体吧，也不能说是专业，毕竟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团队。当然了，除了视频的话，也准备了开直播啊，两台直播手机啊，大家喜欢看非洲视频的，还可以经常去刷着我们的直播了。当然，直播的话，也是跟帅哥一起去捕捕鱼啊，去看看外面的街景啊，或是拍一下他们当地的一些吃的方面这一块，做吃的方面这一块，反正内容慢慢找吧。既然专职的话，肯定会把更多的事情还放在这个直播跟那个视频上面啊，让大家多看看非洲场景啊。所以说，前段时间很多粉丝还在失望啊，看不到非洲视频了，所以说现在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啊。水果小手机，你看这样了啊，也是上次送给他的，联系不到，我还是叫艾斯玛去找他，然后叫他过来的。这里还有一点之前的那个二手机，挑一台可以用的，让他先用着，至少能联系到吧。啊，既然专职做这个自媒体，那我这边也要多提两点啊。啊，第一点肯定应该大家都知道，那、啊、也会持续的给大家推荐这个帝王根，这个之前一直泡在这里的，泡了差不多一年多了，其实还是有这么晶莹剔透的啊。帝王根这个东西，相信很多粉丝也知道。啊，给大家推荐了差不多一两年了，啊，只是说最近这几个月才有货源回到国内，让粉丝们体验，差不多这几个月的时间嘛，啊，粉丝体验的效果都还可以，也很多回购的，啊，现在回去这段时间也把链接做上了，啊，到时候也粉丝朋友需要的也方便去点链接，只是说刚生成的新链接没有那个搜索流量，可能要进店铺才能搜索得到，等一下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我就不过多介绍了啊，啊，自己经过手的操作过的，啊，过两天去把东西带过去，还可以给大家拍一下现场的，好像又有货到了啊，反正效果都不多说了啊，经常介绍大家都知道，后面的话也会持续的给大家推荐啊。这些都是店铺里面的图片，啊，这个非洲帝王根在当地来说也是家喻户晓，都知道的。上次我坐飞机拿了两袋，那两个检查我行李的女警还让一直笑我。链接的话，搜索关联的账铺“百玉堂翡翠”是店铺啊，里面就有链接。当然，想要了解更多的，也可以联系去详细一点了解。第二点的话，就是那个翡翠的问题。啊，大家也看过前段时间我拍了几个视频啊，并且去市会那边学习了一段时间。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就是上次拍视频我们从头到尾做的那一个，自己把它挂上去了啊，包括还带了几个样品，是一个假的一个玉如意啊。当然，对于玉这个东西的话，很多粉丝在说不要入这一行啊，确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小众行业吧，也不是刚需。啊，只是满足人们的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需求。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对于玉器这个东西，那、通过抖音直播或者是下单购买的，第一个都是通过抖音基地发货的，啊，假一赔四，他们也会做这样的。第二个，哪怕是你拿到手了，也有7天的那个无理由鉴赏期，啊，可以无理由退货。所以说你几乎是买到手了，认为吃亏啦，或者是不满意的话，也可以退货更换的。所以说这些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这些东西是做不了假的。有的人说这个行业水深啊，怎样怎样的，那只是可能第一个你不了解这个东西啊，我想也没人花个几百几千甚至更多的钱去买一个自己不喜欢或者是不了解的东西的啊。买这个东西多多少少这个还是有一些了解。前段时间不是也直播了几场的嘛，直播间其实虽然人少，但是啊，那种100、200、300、500的都有下单购买的，也不少的，所以说其实还是有这方面需求的。当然新开始的话，
肯定大家也是从低价子的，啊，大的东西都没有。反正这个慢慢的给大家推荐，至少来说，啊，之前也介绍过的，啊，各方面都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有需要的话，以后也可以长期，啊，关注一下，到时候也可以开开直播的。啊，其实玉这个东西也就是一个装饰品，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啊，从几十几千或者是几万几十万的都有的，啊，但是呢，啊，对于一般来说花个几百块钱，啊，看着自己合眼缘的购买一个这个配件的话也无可厚非的啊，当然更贵的话就要一定的那个经济实力来支撑了，但是对于这个行业，之前我去抖音基地送货也看到了，其实每天的成交量或者是那个单价值啊都还是不少的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一个生存的那个法则吧，应该说是也不能说一棒子啊，这个东西不好做或怎样的，反正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啊。这个呀是男一号，现在女一号也算是到场了吧，踏实。这个是初创里面的平安扣，一人送他们一个嘛，我刚刚跟他们说了一下啊，相当于一个装饰品保平安的吧，啊，一人一个 OK。 其实大家关心的还是 C 国家捕不捕鱼的问题吧，啊，这个是专门带过来的手抛网，不是飞盘网啊，最开始的那一种的，我们现在开封拿出来，我也没看啊，早知道这么小我就买两副。之前不是谈到说那个地龙吗，大地龙啊，我本来想买个十来个的大地龙发的，但是没有，哎呀啊，我以为是地龙呢，这个是个小配件啊，但是那个物流不好发过来，所以说也不好，我到时候再想一下啊，再想一下能搞十来个那个大地龙去抓鲢鱼，会鱼就好多了。这他是不是有 秀us， 好像是八斤重的，直径六米的啊，可以了吧？之前是不是说 you say before that late small this one big， 这个就不错了啊，新装备了啊，这个是我的是吧 ？Good。我们看夏博士，明天我们就用这个新网去捕一下鱼了啊。他说 ：“You good together？” Yes。这个估计罗非啊，或者是鲢鱼要好上鱼一点，要大很多了啊。这个能撒开的话，还是比飞盘网要好很多。最开始就是我教的这个家的啊。现在好像体力不行了，等我下次过去的话再试一下啊，主要是太大了太重了。看一下啊，试过来要试试手。这个的话我之前拍过的啊，当地的也有这种网的，但是没有网兜，那种专业渔民的话确实撒的也不赖的啊，如果说再撒不好再给他看一下那个视频教程。就是比较老式的啊，用肩膀搭着的啊，然后分开。反正这个水龟也不是第一次撒了。Yes。这里就不撒了啊，我们去控制那里控了去演示一下。OK， 有路。Heavy is good。太轻了也不行啊，沉水慢得很。电话也选好了啊，之前的还是有一些在这里的，然后又给他一部吧，反正也好联系一点，也算 OK 了。OK， thank you my friend。刚刚打了一下是没问题的了。男一号、女一号已经就位了啊，反正是老演员，大家也比较熟悉的，我也懒得去找新的了啊，到时候后面就给大家慢慢呈现视频啊、直播啊都不可少的。刚刚听 Sylvia 说房子要拆迁了，已经被推倒了，我也不知道了解情况，刚刚大致问了一下，等一下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去拍一下他们那个好像是铁路扩建拆建的那个问题吧，
今天的这个视频也就跟大家报个到啊，重返非洲，开启专业自媒体之旅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啊，拜拜。